install something. Maybe they can use it to heat water. Installing the panels to use the solar energy. If you go outside, you see some that are using solar. We are trying to promote the solar panel as be installed on all the public buildings. People have a very long history of using solar energy. In China, from Beijing Dax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to Winter Olympics venues, solar technology is playing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Now, as China's economy enters a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green occupations are springing up, and one of them focuses on the efficient use of solar energy. Now, let's hear the story of Ding Haibin. 我叫丁海兵，是天普新能源科技与员公司的一名太阳利用工的技师。我们公司嘛，主要是做新能源综合应用，从新能源综合应用怎么样讲，就是讲究多能互补，整个多能互补系统就是把很多的能源在它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来解决各类建筑，包括民用的、工建的、厂房甚至到农村建筑各种建筑的热水应用，包括采暖。我们将来马上要做的就是用热风使用太阳能的这种采暖给老百姓真正解决这个冬季把这个采暖费用降低下来，这就是一个绿色的能源吧。你看我们这一款就是我们的太阳能集热器，它就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能够把热量收集出来。你看现在它没有日照，但是你感受一下这管内的温度，它是温的。对，所以这个技术是我们现在国内做的最高水平，国际上也是领先的。如果老百姓用这样的一个产品来取暖的话，大概能节省多少的？我们按面积的得热量推算来的话，一平方米大概一天的话可以节约大概2度电。那像这种安贞医院的这种系统呢，我们就采用了集中式的系统。那集中的系统就是说我们采用了有集中式的设备间锅炉房，类似我们称为太阳能锅炉，由通过太阳能的预热初步加热，把热量达到温度的热量输送到整个的设备间，由储热系统再由储热系统去判断我整个的温度是否是跟用户需求的温度相匹配，如果不匹配呢，我们要拿辅助热源来做辅助。现在我带您来看的就是我们在通州安贞医院的这个宿舍楼楼顶我们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贞医院它整个的设计是大概接近600平方的太阳能集热器，每天节约用电接近2500度。围绕着国家的整个高质量发展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产品和系统的升级，把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呢放到我们企业层面去打造更优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更完善的解决系统。像我这个工种太阳能利用工能达到技师以上级别的人才在全国不到120名我也想后期号召更多的有志青年来从事我们相关的行业，为我们的绿色低碳能源包括整个太阳能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来推动整个行业和国家的这种发展。